你不会受伤吧，小姐？不会。好。快成功了！哇！这一招算是有它的难度在。这个有难度，就是平衡感，而且对酒酗酒的人最难练。五张后，有差哎。嗯，有吗？ 有啊，你没看他另外一边很咖啡。我觉得还好哎，你补了什么？眼线。OK， 就差这点而已。那 Kevin 老师，你看何宇文，你觉得他要补什么？他要补，我觉得会补眉毛。嗯，因为我把它修掉后面了。OK， 对，那宇文去补一下眉毛吧。欧巴桑刚才那一招会吗？阿练，这样吗？就是可以嘛，脚是要合起来。 欧巴桑很厉害耶！欧巴桑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超厉害！连这个有在里面，没污染。欧巴桑，下一位来宾要出来，我来。来，我们欢迎他。是巧克力吗？来，美女到我们这边来。巧克力大腿，哎，你要去拿？巧克力。睡衣很暴露哎。 真的吗？你上也露，下也露哎。郭采洁，你站在他旁边来。你看看人家郭采洁的睡衣。采洁，你要不要到面具后面瞄一下巧克力？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差很多？哎，不会哎。不会。那你可以把刘海弄起来，然后再给他看一次。哎。哦哦。采洁，你把刘海弄起来给巧克力看。 是不是很有精神？他还是没有什么差啊！哎，我要看一下你没有刘海的那个素颜。没有刘海真的有。我吗？哦，有。赖先生，你看，哎呦，我是赖先生，赖先生推销什么产品吗？过分哦，那么夸张啊！这是赖先生，你没吃辣。好了，你刚才瞄人家身上的肌肤之后有什么意见？我觉得你看完他。 有那个没有刘海的素颜期，那我已经不会跟他计较了。就赖先生有这样的肤色，算是很正常。巧克力，准备好了。哇，这好紧张哦。不要，先生没有刘海的。不要，等一下了。镇定，镇定，镇定哈。准备好了，一二三，请放下来。哎，没差，这样都 OK 对不对？没差。你就别再难过了，妆前美艳动人的你，卸妆后可是今天最大卖点呐、啊，美黑的肤色配上性感的睡衣，可是让观众们看得脸红心跳呢。哎，我们介绍赖先生给大家认识。那么要把人很弄起来。对，赖先生。真的假的？超期待的。那我要弄侧。好。其实还好吧。侧的也还好。你要把它全部拉上来。 巧克力不好意思，就是额头有点高。可是你等下，不用拿下来吗？眼镜呢还只会加分而已啊。真的吗？我想是。对啊。帮我拿下来吗？因为会更像巧克力啊，对啊。我不戴眼镜比较好看哎。不戴眼镜没刘海好看。没有。你眼见了，你就是想要没刘海。循循善诱。哎呦，等下我看一下。算来都来了，就不用再。你要弄侧的就好了。对啊，弄侧。好。哦，变成赖同学，不是赖先生。赖同学，请你到你的照片旁边去站一下。 有没有恍如隔世的感觉？超多，差很多。你要摆那个姿势，要摆那个侧脸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怎么可以？好了，他把刘海弄下来，弄下来。他这样算差得多吧？嗯，还好吧，我觉得还好。你如果没有刘海、没化妆，走在路上，谁会知道你是巧克力？陈汉典，你有看过巧克力素颜吗？有啊，有看过啊。所以那有看过巧克力没有刘海吗？没有，他刘海都有遮。 所以刚才你有看过？没有啊，我把假发拿掉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在意啊，我们不会特别。你这么严重没有他吗？对啊，就是没有不会特别去注意的。对啊，我们刚才在看他的时候，你就在看郭采洁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站在那里？那么明显就被发现了，因为你站那儿干嘛？没有，我正工作，我才可以看得到。而且我不懂，他打扮成欧巴桑，郭采洁怎么会对他有幻想？你要把头发毛被已经脱掉了。
老师，你看一下巧克力。凯文，你评评理，这上面差很多。其实它差异度蛮大的，对啊，真的、哦，那完全是不同的。这可以传为佳话了吧？不是，是他们四个里面差最多的嘛。是啊。你那个露背照片呢？哪个露背的照片？这个、啊。你要不要过去摆一个回眸一笑的？没有没有眼镜，拜托，没有眼镜，因为眼镜感觉更呆耶。一二，转回去。哎呦，我真的觉得其实还好啊。全妆会比较，不是因为你真的有差啦，我真的我自己真的觉得还好，我很常这样出门呢，而且我好像认得出来它是巧克力，弄出来就留很多额头露出来。我觉得它只有好像脸变得比较婴儿肥一点，嗯，就是阳刚味变很重，然后脸也是往这，这样才像大学生啊，就是很清楚，不觉得很清楚吗？就很像21岁。对，你现在回去看那个雕牌女王。是不是整个气色很差的感觉？不是，没化妆那一边。对，可是有在过夜生活。凯文只给他弄了一半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差很多，你差蛮多的耶。那我们看何宇文呢？现在画眉毛了吗？哦，差一点点，还好你。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差，你没什么差。何宇文，你在偷笑巧克力吗？你修瑜伽以后为什么还这样子？可是你，我真的觉得有差。可是我还是认得出来，你居然不出来，好认不出来。他做了瑜伽之后会改善吗？这一切，水肿会消失一点，因为他有点水肿嘛。对，谁跟你讲他有水肿？那做了瑜伽之后，发现会下移吗？发现是天生的，我也不想。对啦，要让巧克力补妆啦哈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补哪。他不是补妆，他是要化妆。我跟你讲，凯文老师会帮你处理一下。巧克力，今天谢谢你。哎，怎么办？周主播好耶！我觉得看完巧克力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。你知道郭采洁这小鬼竟然在旁边兴奋的那个大呼吸，脚都晃起来了呢。其他人其实，我觉得巧克力它的差是变两个人，也不是说不就是多可怕，不是丑啦，就是清纯，这样比较清纯。不是多可怕这种话也说出来，不是被你们吓死。原谅他，巧克力，求求你，让我从这个位置看你没有刘海的样子，整个往上。我今天已经露很多次刘海了耶，我要了，这样以后没有人想追我。拜托你，拜托。两只手一起拉起来，就两只。其实上面，上面可以停很多辆车吗？最后一位是周明景主播，欧巴桑。来，你请。他身材非常好，可是他的睡衣很可恶，你不觉得吗？怎么了？就是怎么会是这种材质的裤子？你是要跳现代舞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在家里会穿那个，就随便一件弟弟的裤子都可以穿。OK。对啊。S 要到面具后头看一下状况。好。哇！你干什么啦？干嘛啦？徐熙娣。夸张。好了，这集可以压在礼拜五，不用到礼拜天。没有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有他的可看度在。真的吗？你再看一下。是因为眼镜的关系吗？哦。没有。就是周明景自己说，他卸妆后的差异度大概是30%。你知道奇怪的是，原来脸的大小差这么多。少跟我废话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你觉得你自己差异度大概是多少？我觉得应该是50%吧。50%。我跟他的脸从台湾变成美国。什么意思？你说周主播还是说巧克力？周主播。真的。就本来是这样，突然瞬间变这样。巧克力。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周主播了，周明景准备好了哈，嗯，1、2、3，请拿下了。